我们莫名其妙，人家跟我喊说，欸，旁边有在夜审音，今天有抓到三个比较凶的，不肯听话的。他们那个堂是高雄来的，帮忙站进的，对，帮忙就来相挺这个的。可是因为他们不可能，他们在路上收了三个，然后他不可能带回高雄去审，想说不然就现场审掉，然后就旁边有人跟我讲，我们才去拍。他们当下有喊说，会怕的不要看，要不然就离开。其实他不是鼓励你们来看，是我们自己要去拍的。啊，就很邪门的是，他说里面有三个，结果他一打开以后，我工作人员中奖，那个 JKF 的那个蓝心宇，他也头晕，他现场还有一个女的也中奖，那你就觉得很悬啊，怎么就是说三个，然后就真的三个人在那边不舒服。但其实那个活动它不是一个很阴的活动，是那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绕境，那绕境的本身就是一个在扫除不干净的东西。我们莫名其妙，人家跟我喊说，欸，旁边有在夜审阴，今天有抓到三个比较凶的，不肯听话的。他们那个堂是高雄来的，帮忙站进的，对，帮忙就来相挺这个的。可是因为他们不可能，他们在路上收了三个，然后他不可能带回高雄去审，想说不然就现场审掉，然后就旁边有人跟我讲，我们才去拍。他们当下有喊说，会怕的不要看，要不然就离开。其实他不是鼓励你们来看，是我们自己要去拍的。啊，就很邪门的是，他说里面有三个，结果他一打开以后，我工作人员中奖，那个 JKF 的那个蓝心宇，他也头晕，他现场还有一个女的也中奖。那你就觉得很悬啊，怎么就是说三个，然后就真的三个人在那边不舒服啊？我自己是因为我看不到，我感受不到。那我自己心情是我心存正念，那你不要害我，我也不会害你，因为我相信人讲道理。那我们无法科学解释的，他们也讲道理。YouTube 他做到后面就是一个人生的记录，对这种突发状况其实很难见到，你心里是很担心这个人的。你就会想办法，你身边有什么资源能够帮他解决掉？因为最怕就是那种没有处理干净的。我常常在走庙会的情况下，我就会去很多，其实事情会有耳闻，就说假设说卡到阴的什么，你就要好好的去处理干净，你才可以离开，不然他会只会一直卡在你身上，不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